奥迪特别兴奋啊，他今天他总共是配了两脚啊，配了两次，第一次交配到现在已经58天了，58天基本上说这两天就可以生了，所以说就把它放在了这个笼子里。你看它的肚子超级大，这么大的一个球里边得有几个小宝宝呀。哎，来来，活动还是非常的自如的啊，看到没有，速度非常的快，看到没，一点点都不像小孕妇啊，这肚子马上都垂地上了，性格特别温顺啊。来看看你的肚子，看到没，肚子往这一坐都已经垂到地上了，挨着地面了，都是不是在这一块，看看小肚子就在这一块，看到没，他的肚子现在已经有宫缩反应了，看到没，宫缩反应，但是还不省，这一块好硬啊，正常的话狗狗58到60天就可以生了，你看他还不生，看看有没有下奶，下奶的话估计就快了，看到没，往这一躺着肚子，一个手两个手，哎呀，晒着小太阳挠着痒，你看他一脸舒服的样子，真的是太会享受了啊。他今天都58天，正常的58到60天就要生了，你看他肚子这一块好硬，全部都是宝宝呀，哎，还不生，急死我了，天天把它放到屋里边看着它，守着它，我都守了好多天了，咱们看看有没有下奶，还没下，怎么还不生呢，急死我了，你瞅瞅它还吐舌头，跟没事儿的狗一样啊，这么兴奋是不是啊，你知不知道你还不生，哎，愁死人了，真是跑起来比没怀孕的跑得还快，你瞅瞅他往那一躺，看到没，四仰八叉的多舒服，舒服得很，嘿嘿，看到没有，哎，让他再活动活动，看看是不是生的就会快一点，站起来，来，嘿，嘿嘿嘿。